然你在台上看到 Coco 和瑞奇马丁的深情对唱，台下这位性感天后则是送了一份小礼物给马达天王。只是当 Coco 看到 Ricky， 其实和一般 Fancy 看到偶像的反应也差不多。我已经又讲不出话来了，每次太紧张，然后就接不下去。We all love you， 我们都爱他，对不对？ You will come back to see us, okay? We will definitely miss you. Thanks.真的让天后 Coco Lee 怦然心动呢？看来当今世上也只有电动马达王 Ricky Martin 办得到。Ricky Martin 世界巡回演唱会上和偶像的世纪情歌大对唱，让 Coco 不仅是心满意足，还唱出了爱慕。这场世纪情歌私人情绪的合唱，让 Coco 见识到 Ricky Martin 的便利十足。身经百战的 Coco 一下台还直说，真不敢相信。太害羞了，没想到呢。为什么害羞？对偶像啊，偶像就要害羞啊，是整个人发抖的很严重，是那种。然后呢，我可以感觉到呢，我们在对唱的时候呢，因为很近嘛。如同小女孩一般，当被问到和 Ricky Martin 相吻的那一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Coco 害羞的说不出话来，只是看她转移话题，开心弹着送 Ricky Martin 名表的心情，以及她没有大牌架子的印象。在结束了演唱之后， Coco Lee 便要飞往美国波士顿，准备在哈佛大学的学生面前表演以及领取最佳杰出的华人奖，也希望有朝一日这位代表台湾之光的巨星能够继续在其他地方崭露头角，发光发亮。